刚刚在要上楼，在儿子搀扶之下步上红毯，置身体育主播傅达卷，取其父好心情全写在脸上。这一场是延长赛，是右边45度角切入上篮擦板得分。原本预计要在过年前赴瑞士执行安乐死，但父子情深，儿子傅俊豪决定速办婚礼为爸爸冲喜，傅达人也因此决定再次延期。笑是表不了我现在的喜乐，哭这样方便吗？你看我的直播就有，说不出我现在的感觉哦。儿子媳妇儿家人老婆就在今夜让我点燃了最后最旺的一把火。太好了，加油傅达人，加油。不过傅达人在台上还是得坐下休息，他也透露来婚礼前还先挨了一针。本来是过不了圣诞节和新年，哎，过了，现在过了，我感觉过不了春节。儿子这样一宣布，我每天打针我挺也得挺过。婚礼现场众星云集，还找来艺人唐崇盛当主持人，前运动国手纪政，不少立委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也都到场祝福。早生贵子啊，家这个花蝶绵绵的、啊、让我们这个老父亲呢、啊、能够啊早一点享受到你这个抱孙之喜啊。敢在过年前娶媳妇冲喜，就是希望傅达人能够打好这场延长赛。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。